枪击刑案现场，远警冲第一在所不惜，但有许多美嘎爱注意，否则一不小心恐怕犯了大忌。原则上会带一些比较绿的叶子，越绿越好啊。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，我也曾经看过同仁是去买个槟榔，把槟榔带在身上。常接触到的死亡现场，最好随身带点叶子。现任莺歌所长的资深刑警李明川分享老学长耳提面命、一代传一代的秘密。离开现场后，将叶子丢弃在路边草丛，别把不干净的东西带回家。接下来可以去庙里走一走，但可别从同阁门进出。如果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，他可能会跟着你到庙里的话，他是不敢进去的。那如果在同一个门出来的话，他可能又跟着你走了。还会跟着走的就是死亡的气味。李所长曾遇过独居老人死在浴缸长达两周，那个气味相当骇人。大把枪对着点燃，每个角落熏过一遍，还有必备高粱酒撒一撒，周围都可以去除浓厚气味。我们的习惯是把它对折之后把它点燃，不要让这个死者误以为我们是在祭拜他。其他像是值班时不能吃代表旺旺来的凤梨，还有会很忙的芒果，以及谐音发声的花生，也不能在值班台敲桌嬉戏说没事很闲等等。虽然现在警方办案越来越讲求科学证据，但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民俗禁忌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最重要还是一句心诚则灵。记者谢宏儒、蔡玉山新北采访报道。